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解说一下四色牌的这个表演方式。那这个四色牌的表演方式呢，其实有蛮多类似的这个商品。好，那这个是其中一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解说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总共有四张 A， 然后呢，四张 A 的这个背面呢是不同颜色的。好，四张 A 背面是不同颜色，然后呢，有一张是这个双面的，好，蓝色的牌背跟红色的牌背。那其实排列是没有按照颜色的顺序的哈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排列好了，黑桃、方块、梅花跟这个爱心啊，黑桃、方块、梅花跟爱心，然后呢我们先用这个红色的好了，像这样子啊，把它组合起来。好，那准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表演了，但是呢不能让观众这个知道这个是五张啊，要跟观众讲说是只有四张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表演，就是说我这边呢有四张 A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。好，抽过来，第一张、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。那第四张呢其实是有两张啊，其实是有两张。 好，第四张，然后呢把这个好，这两张呢放在这个这个位置，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放进来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这样子，但是不可以让观众发现这四张 A。 好，那四张 A 之后呢把它合起来。好，合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呢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旋转一下，它就会出现一张反过来的牌。那是哪一张呢？是黑桃 A， 因为这里面呢黑桃 A 已经不见了，变成黑桃 A 盖起来了。好，那再转一下呢黑桃 A 呢就会出现了，好，变成另外一张盖起来，变成梅花 A 不见了，好，变成梅花 A 盖起来。好，再转一下呢，看一下，梅花 A 出现了，好，变成哪一张？变成了这个变成了这个方块，因为方块不见了。可是方块在哪里呢？方块是在这里，方块在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再转一次，这个动作呢要连续做四次。好，方块出现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爱心不见了，爱心不见了。那爱心跑到哪里去了？爱心其实是在这里，其实是在这里。好，然后呢四次呢轮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我们要跟观众讲说，我现在要把这个爱心呢恢复成正面朝上，因为现在爱心呢是盖起来的。好，在观众来看呢，爱心是盖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爱心呢变出来。好，把这个牌放这样子，然后呢好放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爱心其实是在它的下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样子放上去，往上推，然后呢轻轻的把第一张往下拉，让这个爱心呢出现。好，出现了之后呢好，再把这个牌放回去，然后四张展开来，展开的时候呢从下面先拿一张，然后再推一张。好，这样一张两张，从下面推出来一张两张，然后呢大拇指压着，大拇指压着，然后用这个拇指跟中指这样把它抽出来。好，四张 A 就出现了，四张就出现。然后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两张是其实是一，这是两张在一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牌呢放在最下面，放在最下面，好，最下面的位置，好，最下面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呢接下来就问观众说，刚刚那个牌呢是轮流这样翻转过来的时候呢会出现那个牌的背面啊，你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？那观众可能会说红色，因为他刚看到都是红色的牌背嘛。好，然后你就跟观众讲说，哦，其实你记错了，其实是蓝色的。好，
蓝色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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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张都是蓝色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再跟观众讲说，所以现在牌背是什么颜色？好，那观众就会讲说，哎，本来红色啊，变成蓝色啦、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说，哦，错，其实是彩色。啊，他刚看到是蓝色嘛，可是现在变成彩色。然后呢，把下面一张，好，拿起来，彩色的。好，然后一张彩色的，彩色的，彩色的。都是彩色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不能再翻过来看数字，因为啊，这两张是一起的啊，所以呢，只能到最后就是出现四张彩色的，好、啊、背面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正常的程序呢来表演一次，好、啊，正常的程序来表演一次，好，准备，准备好了、哦，好、啊，开始表演了，好。首先呢，跟观众讲说，我这边呢有这个四张 A， 好，四张 A， 然后呢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好，四张 A。好，我只要转一下呢，会有一张 A 呢，它会自动盖起来。好，有没有？黑桃 A， 再转一下，黑桃 A 出现了，换成了梅花 A， 好，梅花 A 盖起来。好，再转一下。好，梅花 A 出现了，变成了方块盖起来，好，然后再转一下，哎，方块出现了，好，方块出现了，变成了这个爱心不见了，好，爱心被盖起来，好，变成爱心盖起来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牌背是红色的，好，牌背是红色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爱心变出来，好，推上去，轻轻的往下拉，爱心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展开来，好，四张呢又恢复了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就要问观众，好，问观众牌背是什么颜色？他说红色的，然后就说错，其实是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蓝色的，好，都是蓝色的，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问观众说，哎。那现在牌背是什么颜色？他说：“哦，已经变成蓝色了，对不对？”好，那就把它翻过来说错。哎，不，等一下，这个刚刚那个闪电数牌数完的时候，不可以拿到下面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好，这个问观众呢，我们现在问观众是。牌背是什么颜色嘛？他说红色，然后就说哦错，其实是蓝色的，哦、蓝色的、哦，蓝色。然后展示完之后呢，不可以放到下面，因为我刚刚给他放到下面啊、哦，是要放在上面啊、哦，放在上面。然后呢，就问他这个牌背是什么颜色，然后说哎，那刚刚不是红色已经变蓝色了嘛？然后就翻过来，其实是彩色的，然后把下面这张哎拿起来，彩色的，彩色的。